夜市美食更是数不清，尤其南台湾最大的金钻凯旋夜市就被 CNN 评为是到访高雄必逛的地方。除了多样化的夜市小吃，高雄还有许多特色美食，像是新达港和旗津的雄七海鲜，还有冈山羊肉炉、美浓客家菜，还有这超特别的田寮月世界泥火山烤鸡。敲掉硬邦邦的火山泥，再拆开铝箔纸，瞬间香气四溢。月世界除了好吃又好玩的泥火山烤鸡外，不能错过的还有这个险峻寸草不生的二地地形，它有个梦幻的名字叫做月世界，这样特殊的地形景观也是让您爱上高雄的一大理由。高雄之美让国际媒体 CNN 以爱上高雄十大理由为题，作为旅游版的头版。许多景点像是左营的莲池潭、龙虎塔、新兴的博尔特区、特色餐厅，还有绝对不会错过的超美捷运站。梦幻的美丽岛光真强点是许多人来到高雄必定会来的打卡拍照景点，如今更被 CNN 评为呢是爱上高雄的十大景点之一。CNN 大赞高雄之美，而想要跟着国际媒体玩高雄该怎么玩呢？若是从高雄出发，可以先到旗津，接着是博尔，然后到冈山、新达港、月世界、美浓，再一路玩回高雄，晚上再去夜市走走逛逛，充实的行程有吃又有得玩，高雄之美一网打尽。记者纪博士张信高雄报道。